今天给大家分享脆皮花生米，五香口味跟花生更搭配，而且炸出来之后又酥又脆，绝对会让你越嚼越香，不管是当零食还是做下酒菜都非常合适。脆炸粉、面粉、淀粉、五香面、辣椒粉、盐、白糖，现在把这几种粉放在盆里拌匀，现在放入花生米汆水，现在就好了，立马把水倒出来，现在把焯好水的花生米拌匀，现在开始炸制。